林子豪。前面的比赛，两个打出一支安打，有一分的打点。那当时他是以速球来闻名的这个投手，再度找上了二垒手，再传一垒。这球出棒在中间方向，抓野手，哎呀，这个判断错误了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结果抓野手这个球落到后面去，传回来，我直接传到了捕手这边了。也就是因为这个手打呢，去骗到中外野手，认为这有可能是触击球，所以他这个一。这球有点切到在左半边，左外野手缓慢的纠丁，跟那有绝对的关系。主棒这个球有点被挤压到，不过落点非常的巧妙，形成了一个德州的安打。哇，那在是打到棒头上，是。这对投手来讲是。策略成功啊，但是被打者打成形成三垒方向软弱的滚地球，接到快传一垒，那尾劲相当的不错，我打在了棒子甜蜜点最尾端了、出棒滚地球三垒手的正面弹跳接到之后，再快取陈真跟徐若曦，目前为止都是三上三下，这个球没有办法上到垒包，东石高中还是0-4暂时落后。